挖掘机筛分斗在工程机械中应用是比较多的，这是由于滚筒设备安装于挖掘机上，应用的时候非常便捷。不一样的挖掘机筛分斗作用不一样。挖掘机筛分斗是全能机器设备，主要用途十分普遍。挖掘机旋转筛分斗还集中体现了机械设备之美，它轻巧、紧密，承载力可以做到每斗 0.5 到1立方。挖掘机筛分斗运作稳定，噪音较低，筛网不容易阻塞。 筛分桶可正反面旋转，便于筛分，可以迅速的使用到不同领域之中，可以解决许多种不一样种类的原材料，如表面土、发掘土、淤土、环境污染土、粘土、泥炭土、树根、沤肥原材料、别的固态有机化合物、拆卸废弃物、城市垃圾、路面洗爆机沥青、夹层玻璃等别的废料。煤、油页岩、白云石和别的软岩矿物质料，而且筛斗。 经久耐用，效率很高。在无际等的波涛，也从不在梦里飘摇。在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，注射着就难受。你是。